这边往这边，这边往这边吸。稍微去一点点。看我舒服的距离吧。这里就绕手腕了，剪刀。姜老师，就这样做。我就继续干下去。
那行，好几圈了。那我没灯的时候，我要再走一圈，以防万一。手酸死了。我感觉我这只手废了。千万得告诉我，我是成功的路径。